阿 Ken 啊，爸，我都叫你唔通闲闲转来，你若要转来啦，唔对我脑迄边的人加讲话，安尼就唔好啊。啊，你唔是去庙口行棋哦？是啊，我都应该行棋就对了嘛。啊，恁迄个后爸讲，啥物要让我一只牛？恁爸唔免让牛，甲伊行两盘，咪甲滚到走头无路。真是在想什么？哪会生伊款背？讲你死去啊！你袂阁倒转来，叫阿爸都唔通想你，唔免阁等。阿爸想我一世人食钱来见你袂着啊！但是阿爸嘛唔相信讲你真是会遐短命。阿爸，是的啦，我要做一个乖查某囝，害你伤心。回来就好啊，回来就是阿爸的乖查某囝。阿爸，阿兄有回来无？啊，你敢知影恁哥哥即卖在创啥物？知啊，伊在食菜盐布啦。哼，就是因啊，无想阿爸那生一个查甫人。阿庆迄个遐尼乖查某囝，刚娶出来才甲放囝在厝的啦，还煞着搁去嫁别人。阿爸是讲我伫等，等看有一个阿孙通去抱我。伊敢若无爱照咱的意思啦，阿爸若死哦，连旁道的人都无哦。阿爸，你免烦恼啦，其实阿兄已经留一个囝啊。东东，东东，伊就是阿公，你请叫阿公。你讲是恁阿兄的种哦？是啊。你叫东东了？甲恁阿兄细汉的时有共哦。东东，你紧叫阿公啊！我带你来的时阵，你毋是答应阿姑，讲你要叫阿公的啊？囡仔我细汉小面神，惊生分，毋通甲恁叫来，东东。阿公抱者，来，哎呦，乖哦，哦哦哦，哎，细汉帮细汉，佫顶到了，东东，啊你几岁？东东，阿公在问你话，你哪会不爱应？七岁。哦，七岁哦，好。啊，七岁大汉那边阿公你会晓袂？即马逐摆囡仔吼，讲国语惯习啊啦。你若要叫伊讲台湾话哦，讲袂认转啦。小琪，你阿庆子，阿爸拄则讲你毋是好啊啦，即马心情拄则较好，哪呢？你搁讲遐要创啥？这个囡仔是啥？阿奇都讲阿婆的囝，我会知。迄前几工啊，伊倒转来，伊也无讲伊伫外面有甲人生囝。阿婆的囝。是啊，小琪，你等下陪阿爸，我入来用阿娘食饭。阿庆子，阿娘是不是破病啊？人无啥爽快。东东。我找伊来看阿妈。唔免，若要看恁阿娘，恁做你去倒，啊，东东给伊踮遮甲做伴。阿娘，食饭哦。阿娘，来。
食饭哈。对，食饭。阿饭。好食无？好食。来啊哈，来。阿娘，阿娘，我是阿基啊，你敢袂认得我是？阿娘，阿娘，伊是小齐啦，小齐啊，你会认得我？免哭啦，即马哭完伤慢啊啦。阿爸，我到即马才知影，是安那阿兄要去出家，要去考行，一定是要替阿娘消业业障。迄是伊伫咧讲的啦，啊有伤甲无伤，毋是同款。阿爸，你哪会讲阿兄嘞？我讲安尼是对，遐尼唔对。为着伊一个家庭，我母甲龙家散体啦。姑姑，你不是要带我去找妈妈吗？阿爸。啊！即卖阿兄已经摆去倒位啊！我免哪会知啊？顶日为着阿庆的代志，转来怎么车磨病啦？伊母子摊我大摊嘞哦！啊！你敢知影？伊即卖去倒位？我嘛唔知。听讲是讲住伫咧家己啦，啊！伫咧家己的倒位啊！我免哪会知？要安怎？东东，恁爸爸妈妈即卖伫倒位？我唔知呢。什么？你讲因老母？阿公台北迄个查某，阿公甲伊斗阵住的哦，安尼也使拜，哼，啊，了然哦，真正食菜食到肚脐为界啊！喂，宝玲啊，东东呢？姐，你要跟东东讲话，他现在不在家哎。东东到哪里去了？宝玲。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东东去哪了？他是不是被江海清给带走了？不是啦，是他姑姑来带他去见他阿公啊。你说什么？见阿公？见哪个阿公啊？还会有哪个阿公啊？就是姐夫的爸爸啊。你怎么可以让他把东东带走呢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阿宝根本不承认东东是他儿子。姐，你今天是怎么啦？火气这么大？我听教父说，你到台北去。是，我去台北找海清，叫他拿钱出来给你动手术。他不肯。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你去找他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我被烧得像鬼一样，我都不会接受江海清的半分钱，你懂吗？爸，你又回来了。爸，爸，爸，江海清有单要把钱摕出来无？我已经电话给他了，摕不摕哦，我唔知啊。哎，我都知哦，这本来就无可能的啦。啊，你台北走一趟，根本就假走的啦。
啊，若亲像刚才迄种款人哦，本来就无血无目屎啦。等，好呢，就少说两句，大哥现在心情已经够糟了。啊，无怎样随便啊，啊，想要继续卖落去无？那说的不是废话吗？大哥已经说过，一定要照顾到大嫂秋月。我安尼好了，恁两个拢转去，我都甲恁两个讲过几啊遍了，对我行无前途。大哥，你不要老是想赶我们走嘛，我们跟你一样，一旦下了决定哦，就永远不会改变。小姐，你来了有什么事？是不是你不舒服呢？不是，你帮我看看，我先生也不在外面，有他在。哎，你别来再找我。好好好。王娟，什么事？你妹妹逃狱了，她现在带着东东到你家，说要东东去认阿公了。弟兄，佳琪带东东回我家，要认阿公。对了，刚刚我打电话到彰化，宝林告诉我的，你说不相信我的话，你现在可以回家去看看东东，我在你家。习惯性，我跟你讲过，你就是不相信我嘛。那既然是安尼，第一来你啊，你阿面对的时阵，谁让我讲这个代志？我们第一次会面的时候，我怀孕的事根本没办法证实啊。我后来去医院检查，医生告诉我，我真的怀孕了。我很高兴，我想去告诉你这个好消息。可是我已经没有办法去看你了。我讲问你一下，东东是不是我囝？我拄只听素华咧讲话，我咧感觉素华讲了真有道理啊。我即马是要听恁两个意思，我唔是要听某君仔讲。我要了解讲，我去用关入去了后，恁所看到、所听到，是不是当证明讲东东是我后生？爸爸，你来点点讲话啊！我上次已经说过了。我觉得哦，东东是老大的种。那我再问你，如果东东是我的种，是安怎保管的？伊甘愿甲江海清过日子？这我知影。煞唔知影讲煞有心的时阵啊，大你拄啊伫内里啊内底啊，煞无法度啊，为着要顾全伊剥脱内底的囡仔，不得已，就爱去甲迄个江海清斗阵过日子啊。现实是残酷的呢，大家拢爱面对现实，对不对？阿公，安尼等偌久，做咸鸡通食？食紧，唔免半点功夫就通好食。阿公，好棒哦！好食无？好吃呢。哦，啊，若好吃，你甲阿公带。阿公才逐工大只不含只，互你吃。我要找妈妈。哦，要找妈妈哦，安尼好。阿公才叫人去带恁妈妈，啊，甲恁爸爸转来咱家住，哈。嗯。我阿弟啊。爸。啊，你哪来只？姑姑，我要回家。你要回去倒？我要回彰化阿姨的家。恁爸已经来找你啊，你搁回去彰化创啥？等等，那个真地吧？卖啊！佳姐，你来甲带回去。我回去？你要叫我带去倒？要你阮倒位带来，你就带回去倒位嘛。你是要叫我送去宝林遐？是啦。阿兄，你起笑吼？伊是恁囝呢，这是恁家呢。会对啦。东东老阿家甲做伴，吼，这个孙我真介意。阿爸，伊唔是你的孙啦，因为伊唔是我的囝。是，伊是恁囝，不然甲阿公我真清楚，这种代志做阿姊的甲家己的小妹是袂讲白贼的。我相信宝玲的话。你相信，我都唔相信啦。阿爸，不管那是凊彩编一个故事哦，你家己骗的啦。你详细甲看，东东够信我。哇、哦，东东哦，甲你足同款的哦。阿爸，
我细汉后像拢东东这样古锥吼，你嘛袂安尼一日干哦，甲我骂甲我拍，我嘛袂伫外口安尼啰啰嗦去做啰嘛。哈、啊，是呐、啊，你这个话你敢讲？你细汉恁爸就是伤过疼性，你伤过疼你啦。你即马才敢甘要白头甘要定咧酸尿啦。唔管你安怎讲啦，伊毋是你的孙啦。东东，我是阿叔，毋是爸爸，对不对？嗯。你甲看。哦，你是久无拍皮咧上啊，上。阿爸。拍敢着解决代志先啦，伊毋是我的囝啦。吼、哦，你实在是太讨厌个你哦。我问你，当初是阮孙啊，毋是？毋是啦。当初毋是。嘿，我问你，当初是恁囝毋是？毋是啦。哎呦你，阿爸，阿爸，你莫安尼啦，好好讲啦，阿爸。啊你才是要你要气死的啦！你哦、喔，叔叔，我妈妈呢？你带我去找妈妈好不好？你妈妈现在不能跟你见面。为什么不能见我？讲不用的就是不用的，你那人遐尼少。你那个坐等上我，哎，紧，你先煞去自首。阿兄，我啥想无呢？莫讲遐多，你那紧坐。阿兄，你总是爱让东东看到伊阿母啊。我讲袂用的，就是袂用的。你讲袂准才是。伤心啦，我心情都想无咧。咱恁个干干那阵，东东啊，你是我古锥个了，甲阿婆细汉的时阵哦，同款，干那无用了。安尼讲，伊也无爱介绍恁啦。我也无乖，我也无乖，你也知影，我也无乖，我也无乖，就是互你甲想歹去个啦。你无乖，报啊啦！你莫一直讲报啊！你若讲报，我就将你废位啦！一间，啊！你已经惊过头的啊！无你心肝内是你想啥？大，啊！你有甲东东相认无啦？啊！你饲个教育啦，到底安怎？你嘛爱讲一个。大，大哥，恁两个是要创啥？嘘，现在不能进去啊！大哥，你坐一下，我才能告诉你。先了，大哥。嗯，阿妹，你说，你先讲啦。好啦，是什么代志啦？是安尼啦。刚刚海清来。对啊，来外海呢，阮两个挡袂下好一回吼，把阮两个直接满面全大火啦。大哥，别哭啦，别哭去啦。大汉，小心来一个，紧来一个啦，哈。你要干什么？我是要看看你到底被烧成什么样子，是不是真的有那么严重？是不是真的要动那么大的整形手术才能恢复啊？我跟你说过，我不要你管，我不要你管！我才不是爱管你，我是同情你、可怜你啊！我要是不管你，看你被烧成这个丑样子，你怎么活得下去啊？下去是我自己的事。哎，你这不是莫名其妙吗？你被弄成这个样子，又不是我害你的，你对我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？你要恨呐，应该去恨那个吸烟烟哎。
还有九孔跟罗过那两个跟屁虫，你是跟他们在一起的，你们住在同一家旅馆，为什么他们好好的一点事儿都没有，你却被烧成这个样子？着火的时候，他们为什么不带你一起跑？他们为什么不救你？他们为什么只顾他们自己啊？你死命的爱那个邢天天，你死命的要跟那个邢天天，你对他是情深意重，他对你呢，死活不管啊！你想想看，你值不值得呀？当然值得，家宝他样样都比你强，他能够承认他自己做错的事，他能悔改，他能三步一跪，你能吗？你他妈就是有这种想法！我对你好了七八年，完全是白费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要不是同情你生活没人管，我要不是可怜你被烧成这个样子，怕你活不下去，我才懒得来看你了。把伤医好，你要怎么样我都答应。你滚开！你少在宝娟面前装出个假仁假义的样子。你看我宝娟的伤能够医好吗？一切我都不在乎。阿宝，你给我起来！谁让你替我求情了？你们都给我滚出去！滚！我不要再见到你们，滚出去！你看我干什么？你要走我就走，你要是不走，老子今天跟你飙上了，我也不走。宝娟，你可不可以再听我一句话？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，我什么都不要听。你一定要听，你不听我还是要说。我要你接受向海清的帮助，把伤医好。我们都在喝酒啦，卖你妈啦！不要紧啦，卖啦！不要紧啦！你想哪啦？我哪拢无看小琪？你哪出来走啊啦？等你讲话啦！啊，小琪敢袂阁回来？伊袂阁回来，伊去自首。自首？你想哪去自首？伊是倒甲出来。阿姨有伫店面无？在啊，他说他很快就回来。那你还阁先来走啊？你踮遮等阿姨好不？不要嘛，你等阿姨回来再走。哎，阮哥哥还是唔相信东东是伊的囝。那怎么办？我只有把东东带回来害你啊！东东，阿哥先来走啊！东东再见，姑姑再见。东东，你怎么没有跟妈妈在一起啊？我找不到妈妈。怎么会呢？我有交代过姑姑啊，她怎么没有带你去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那你有没有见到你爸爸？我有见到叔叔，可是没有见到爸爸。你见到哪个叔叔啊？就是那个叔叔嘛。谁呀？是不是姑姑的哥哥？是啊。哎呀，他不是什么叔叔啦，他就是你的爸爸。不是啦。阿姐啊，你好紧回去啊！爸，先怎啦？人咧冤家讲，娶你这个新妇，有娶哪无娶你啦？